我们有三个 high frequency words. 第一个是去。 Mia, 什么是去? 去。 去, to go. Go. 去, to go. To go. 去, 非常好, to go 是去。 第二个是回。 Mia, 什么是回? 回是 return. Return. Return 是这样, 对吗? Return, return. 回, return. 回, 回, 很好, 很好, 很好。 第三个是离开。 什么是离开, Mia? 离开? To leave. To leave. 对,离开了, 离开, 非常好。离开, 离开, 很好。 现在, Mia, 我说你做。 我们 TPR, 我说你做。 Okay. I request you guys to do the gesture with us. It's gonna help you remember the words because it's muscle memory. Together. 好, 好。 第一个去，去，去，非常好，非常好，去。第二个回，回，回，非常好，非常好。第三个离开，离开，非常好，米娅很快。好，去，去，去，很好，回，回。 很好，回离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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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好， I'm gonna make it a little more difficult for you guys. I will add adverb, so you need to act out with the adverb I gave you. Okay? 好，现在我们来，我知道是 flip， 慢慢的去， slowly go, slowly go， 慢慢的去，很好，非常好， Mia。 快快的回，快快的回，非常好，非常好，疯狂的去，疯狂的去，疯狂的去，非常好，浪漫的来，浪漫的来，浪漫的来，对对，来，哦，浪漫的，对不起，对不起，回，浪漫的回。 浪漫的回，这样，难过的离开，难过的离开，非常好，非常好，米娅，紧张的去，紧张的去，紧张的去，很好，高兴的离开。 高兴的离开，米娅很好笑，好笑，funny，funny，好，尴尬的离开，尴尬的离开，尴尬的离开，非常好，好了，现在你们懂了，懂了，去是 to go， 回是 to return。 离开是 leave， 懂不懂？好，如果你懂，我们有 pop grammar， I will spend 10 seconds on pop grammar。 第一个是，中文我们没有 tense， 对不对，米娅？没有 tense， 所以我们用 little words。 To indicate tense. For example, past tense 是什么? Mia, past tense.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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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b plus le is past tense. It's not only past tense. Le is not only past tense. But here, today, it's past tense. 好吗? Another example would be present perfect tense. Mia, how do you express have done something? 过，过，去过，对 ，verb plus 过是 have done something. 所以你呀，什么是 went，went，去了，对 ，went 是去了，去过是什么？去过是什么？
去过。Been to. 对 ，have been to, have gone to, 非常好。什么是 left? Left. 离开了。对，离开了。离开了。离开了。Left. 离开了，非常好。好，什么是 return? Returned. 回来了。对，回来了，回来了。我们不说回了，不说回了，我们说回来了，回来了。对，好，所以中文没有 have left， 没有离开过，没有 have returned， 我们不说回过，对不对？我们只说去过 have gone。好 ，if you are a little confused， we're gonna give youA lot of comprehensible input as examples to help you understand. 现在，米娅是老师，我是学生。米娅。Okay, now we are going to start a little dialogue with Karen and you. So please join us. Please join us and answer. I really want to see your answers. 对。Okay. 你们去过墨西哥吗？去过墨西哥吗？墨西哥 ，Mexico。你们去过墨西哥吗 ？Karen， 去过。Karen， 没有去过。去过，没有去过。去过吗 ？Karen， 去过吗？你去过吗？哦，我。Karen 去过吗？我去过墨西哥。你去过？我去过。对，你们去过吗？哦 ，Bila 哦，没有。Bila 说没有去过，没有去过。啊 ，Bila 说没有 ，Bila 没有去过。China I knew 去过。China I knew 很好。说 China I knew China I knew 去过。China I knew Yeah, China I knew 去过，很好，很好。哦、oh, ，去过。Ben 说没有，我没有去过。Ben 梁没有去过墨西哥。对，很好。嗯，我觉得你们需要去。墨西哥，去墨西哥，你们需要去墨西哥。墨西哥很美，美，什么是美？很美，墨西哥很美。对 ，beautiful， 很美、oh. ，beautiful。对，你们需要去墨西哥。我想要。去墨西哥，米娅想要去，我想要去，对 ，Bila 说，对，美，墨西哥美，beautiful， 美，对 ，Karen， 你在墨西哥吗？你在墨西哥吗？哦、oh, oh, ，我现在。在你现在墨西哥吗？不在哦，不在，不在墨西哥，不在。哦、oh, ，China I News asked， 古巴呢 ？Cuba 哦、oh, ，古巴，古巴呢 ？Cuba China I News 说古巴呢？古巴呢？我去过古巴吗？我去过古巴。我去过 Karen, have gone. 很好 Karen 去过 Karen 去过古巴 Cuba 对好我 Roscambaya said、嗯、没有去过没有去过墨西哥没有去过墨西哥好、嗯、没有去你需要去墨西哥很美，非
非常美，非常美。我也觉得，我也觉得，对，很美。好，哦、Roskamaya said， 我不在，不在。Roskamaya 不在墨西哥，哦、不在。Roskamaya 也不在，不在墨西哥。嗯、Bila 也不在，也 Bila 也不在墨西哥。Manning 说，我去过古巴，去过古巴。Manning 去过古巴，去过，去古巴。Manning， 你离开了古巴吗？你离开了古巴吗？离开了吗？离开了，没有离开。Manning， 你离开了吗？Bila asks， 为什么很美 ？Why 很美？为什么很美？墨西哥有很美的山，山是这个山，山是这个山 ，mountain， 山。墨西哥有很美的水，水是这个。嗯嗯，对，很美的山，很美的水。墨西哥有很美的人，人很美的人，人是这个、嗯、人。对，墨西哥、oh, Manning 离开了，住在澳大利亚。哦、Manning 住在澳大利亚。Manny 说，我离开了墨西哥。Manny 住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非常好，非常好。我也离开了墨西哥，我也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Karen 也在澳大利亚，对对哦。Oh, China I News 说，古巴美还是墨西哥美？美，对，古巴 Cuba 还是墨西哥？还是墨西哥？哪个美？ 墨西哥，墨西哥。不喜欢古巴，我喜欢墨西哥。你喜欢墨西哥？对，墨西哥山美，水美，人美。对，古巴 Cuba 山美，水美，人。啊，马马虎虎，马马虎虎，马马虎虎。我知道了，对，我知道了。所以我喜欢古巴。哦，这个 Ben 说 ，Ben 想要去马尔代夫。啊，我也想去，我也想去马尔代夫，我也想去。对，我们想去马尔代夫，想去马尔代夫。嗯，对，好，很好。Karen， 你回美国了吗？美国？你回美国了吗？没有，我没有回美国。因为没有回美国，对，我在澳大利亚，我去了澳大利亚，没有回美国。嗯 ，Karen 在澳大利亚
Karen 在澳大利亚。对。嗯，你 Karen 离开了，离开了墨西哥，离开了墨西哥，去了澳大利亚吗？不，我没有离开墨西哥去澳大利亚，我离开墨西哥去了巴西。哦、Karen 去了巴西。 Karen 离开墨西哥去了巴西。对、对，去了巴西。哎，你们大家，你们去过，你们去过巴西吗？去过？没有去过？去过吗？我看你们去过巴西吗？对，你们去过巴西吗？巴西吗？去过巴西吗？没有去过。我看看，不去。Jacob。哦，对不起，不是 Jacko， 是 Jacob。Jacob 说没有去过。Ben 也说没有去过。Billa 也说没有去过。哈，你们需要去巴西。巴西。对，巴西啊，太棒了。什么是太美了？对，什么是太棒了？太美了 ，too beautiful, too awesome。巴西真的太棒了，太棒了！我爱巴西，爱，我爱巴西。Landros 说没有去。巴西，想要去巴西。对，你没有去过巴西 ，have not been to， 你没有去过巴西。可是 ，but， 想要去巴西，非常好，非常好。好啊，我看看。哦 ，Rosa 说去过。Rose 看巴雅去过巴西，哇 ，Rose 看巴雅去过 ，Rose 去过巴西，也去过墨西哥吗？墨西哥是 ，Rose 去过墨西哥，也去过巴西，是不是 ？Rose 是不是 ？Rose 看巴雅。Rose 去过巴西，巴西和墨西哥，是不是？去过 ，Rose 说去过。Rose 去过很多国家，很多。Rose，you've been to a lot of places， 很多国家。I'm jealous.I'm jealous too. Chacho Breton 说我是墨西哥人。Oh, Manning 说我去过巴西也去过墨西哥。真的 ，Manning， 你去过很多国家，对不对 ？I'm jealous. Many. Especially during this quarantine time. 对 ，Many 去过 ，have been to. 很多很棒 ，Many 很棒。
对对，好，那 Many 你离开了，离开了巴西吗？离开了没有离开 Many 离开了没有离开 Many 离开了巴西吗？Many 离开没有离开离开了巴西吗？我觉得 Many 离开了，离开了。我也觉得 Many 离开了巴西。对，为什么？墨西哥？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为什么 ？OK， 因为 Many 去过。巴西和墨西哥去过哦，因为 Many 说我去过 I have been to I've been to indicate the Many 不在巴西，不在墨西哥，不在巴西。对 Many 说我去过一百零一个国家。天哪是等一等。什么是天哪？Oh my gosh! Oh my gosh! 天哪！101个国家，太棒了！真的太棒了，太棒了！Many， 你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离开？巴西 ，Many， 什么时候离开巴西？对，我想知道什么时候。哈哈 ，Rosie 也说，天哪！对，101个国家，天哪，太多了。Many 说我2004年离开了巴西，非常好。你们觉得 Mia 你觉得 Karen 什么时候离开了巴西？Karen 2019年，2019对吗？你觉得我2019离开了巴西？对，是，哈哈哈哈，对。Tango 翻译也说2019。对 ，Thank you Tango，Thank you Tango。你们很聪明，很厉害，很聪明。对，好，Karen， yeah, 你离开了巴西，然后你去了哪里？我离开了巴西，然后去了澳大利亚。然后你去了澳大利亚。对，我去了澳大利亚。对， Ben 说 Ben 说
对，环游世界 ，world tour。对，离开了 ，tango 离开了是什么？哦，好，离开 is to leave。对，离开是 leave。好，离 maybe you missed the class。离开是 leave。Love 是 past tense。Left. 过是 have done， bang， good job， bang， 很好，对，好 bang， 离开了是 left， 对对 bang， 对，说的很好，谢谢 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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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Mia， 你在哪里？我在美国，我你在美国，美国。好，你 California 很好，加州 California 加州，我在加州。你什么时候去美国的？哦，2011年。哦，二零一一年，真的。2011年，很早 ，very early， 很早。你回过中国吗？回过、哦、没有回过？回过，我回过中国。你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然后回过中国。2018。哦，2018 2018，2018，很好。Yeah. 哦，有人说也在加州。对 ，Andrew 说，我也在加州，也在美国。Andrew， 你什么时候去了美国？你什么时候 when 你什么时候去了美国？去了对，美国。Andrew Ben says 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 ，spend the spring festival New Year at home。Yeah, 对 ，Chinese New Year。哦、oh, ，我想，我想要去中国。Tango 说他不想去中国。Tango 说 ，Mia doesn't want to go to China 。哎，我想，我很想去中国。对啊、我看到 Andrew 说 ，Andrew 在美国出生长大 ，born in United States， born and raised，、嗯、born and raised 在美国。哦，Millard， 你好，欢迎，好，哦 ，Millard 不想去。不想去中国。为什么？是不是因为 COVID-19？ 是不是？哦，弗兰克 弗兰克不想要去中国。你们从来哪个中国地方？哦 ，Manny 说你们从哪里来 ？Come from 从你们从中国的哪里来 ？Where you come from in China？我，
哎，米米娅，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福建，福建，福建。哦，对，不对，福建，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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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你觉得，你觉得哪里？不知道。哦，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怎么说？我在湖南出生。哦，湖南啊 ，born in 湖南。我在深圳长大。啊 ，raised in 深圳 ，born in 湖南 ，raised in 深圳，在湖南出生，在深圳长大，懂吗？米娅，你呢？你从中国的哪里来？我从中国的山西，山西来，山西来，北方。对你，Northern China， 你想要，你想要回山西吗？想回山西，回我想要不想要？我想要回山西。对对，想。我也想要回深圳，回深圳。你可以回山西吗？可以，不可以？现在吗？现在，现在，现在，现在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为什么不可以？因为，因为 quarantine。因为隔需要隔离，对，因为在美国，在美国，你们需要隔离，隔离，对吗？隔离，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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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需要隔离，澳大利亚不需要，澳大利亚你不需要隔离。可是你是 ，OK。可是，可是，可是，可是 ，but 我 but 可是不可以回深圳？不可以。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我想要坐飞机。飞机啊、哦！飞机，飞机。对，我想要坐飞机，懂吗？飞机。可是，可是 ，but， 这个飞机需要$4,000，四千多多美金，对，$4,000，所以。我不可以回深圳。对，天哪！天哪 ！Manny 说没有，没有，没有飞机，没有飞机。不对，不对，有飞机，有飞机。可是$4,000，四千，很贵，很贵，很贵。天哪！天哪！对，天哪！弗兰克，弗兰克哭，哭。对 ，Bila 太贵了，太贵了。Bila 去过长沙。哦 ，Bila 去过长沙，去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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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been to， 你去过长沙。嗯，长沙怎么样？长沙好，喜欢吗？长沙不好，你喜欢吗 ？Bila， 你喜欢长沙吗？长沙好不好？米娅，你呢？你去过长沙吗？去过？没有，我没有去过长沙。我想要去长沙。我去过。对，我去过长沙，吃，对，吃，好吃，很好。长沙的面，长沙的面
面很好吃，好吃，很辣啊！哦，非常辣。Jacob 说，明年要去深圳和桂林，去中国，哦、去中国，去深圳。Jacob, 明年 ，next year， 明年 next year 要去深圳，深圳和桂林。桂林啊，你们去过桂林吗？你们去过桂林吗？去过没有去过？没有去过，没有去过，没有去过。我去过桂林，桂林也很美，很美，非常美。美，对。长沙的菜 a little spicy， 长沙的菜有一点辣，有一点辣。不，长沙的菜不是一点辣，长沙的菜非常辣，非常辣，真的是。Diarrhea level spicy， 非常辣，很辣很辣。对，我喜欢。哦，弗兰克说，可人有钱，因为可人是深圳人。哦，所以弗兰克觉得深圳人有钱。我不觉得，我觉得米娅有钱，山西人有钱，山西人有很多矿。我是山西人，但是我没有钱。真的吗？中国人，我没有钱。中国人觉得山西人有钱。因为山西有矿 ，minery， 有煤 coal mine，coal mine， 对，我知道，你知道墨西哥菜 ，Manny 说墨西哥菜比四川菜辣，真的吗？墨西哥菜很辣，对，很辣，很辣，可是，四川 cuisine 更辣。我也觉得同意，四川菜更辣。好，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Why？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在墨西哥的时候，我做四川菜，我做四川菜给墨西哥人吃。我的墨西哥朋友吃我的四川菜，他们哭，他们哭，太辣了。对，他们说太辣了，太辣了，太辣了。对，所以我觉得四川菜更辣，很辣，很辣。对，对，对。哦，我来自山西，西安，西安 is another province， 是另外一个陕西，对吗？Yes， 陕西。西安，陕西，西安在陕西，西安在陕西，陕西不是山西，不是山西。Different tone， different tone， different tone。I know， tricky。对，你呀，山西 first， 山西，西安在陕西，陕西 third tone， 陕西，很好，对对。你们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 ？Do you guys have questions? Do you guys have questions? 有问题吗？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对，有没有问题 ？Any questions? 有问题吗？有没有问题？哦，他们 Ben 和 Manning 他们聊天 ，chatting。对对对，他们两个他们在聊天。对，
哦，弗兰克，弗兰克说，弗兰克喜欢山，西安的钟楼。西安有一个钟楼，钟楼是怎么说？一个 tower， ancient tower， yes,、like、在西安。Yes, 对， like a tower。对，钟楼。Mia， 你去过？你去过西安吗？去过？没有，我没有，没有去过西安，没有去过。我去过西安，你去过？你去过西安？西安很冷，非常冷，我不喜欢西安。你不喜欢？对，我不想要回西安。不不不啊！我快快的，快快的离开西安。快快的离开。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很好。澳大利亚不冷。对，澳大利亚现在不冷。澳大利亚 good for you， 非常好，非常好 ，good for you。好吧，如果你们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离开了，好不好？我们可以离开。离开可以吗？不可以，可以吗 ？How to correctly pronounce？ 摸，谋，摸，谋，哦，摸和谋。好，这个问题非常好 ，really good question。How do you differentiate the word 摸 and the word 谋 ？Very easy. With the word 摸。默 with the word 默 this vowel is or your mouth is getting round bi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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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bigger more your mouth is getting bigger with mo with this vowel your mouth is getting smaller Mo. 对 it's getting bigger, it's getting smaller. That'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vowels. 好吗 Mo, mo. 默西哥默西哥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Really good question. 好了，你们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如果你没有问题，我们走了，我们离开了，离开了，我们离开了，离开了，好吧，再见。好，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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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just realized I don't know how to end. 再见 just click the cross on the upper